立陶恰洋洋市场内同样热乎乎，夏至这一天天气真的热，许多人专程来到市场内点上一份清凉飒爽的米苔木刨冰，软 Q 口感淋上甜滋滋的糖水，配上一口刨冰，热到快爆炸的身体瞬间降温，好不快乐。我从西屯区专程就来吃米苔木，热来吃才有感觉。夏至超级热，但可别以为只热一天，接下来一周天气就是热热热，各地白天高温都有33度以上，部分地区甚至会来到36度。气象署也针对10个县市发布高温灯号，彰化、云林、台南、屏东更出现橙色灯号，有机会连续36度以上高温。早上小心中暑，下午小心淹水，因为山区对流发展，下午接近山区甚至平地都有短暂大雷雨的几率，出门可要准备好雨具。而夏至节气期间温度飙升，也有生肖运势随着直线狂涨，生肖属龙、羊、虎财运旺，更有机会遇到贵人，但也有些生肖要小心。生肖属老鼠、老虎、马跟狗，要慎防心脏及血液循环方面的疾病。不管是不是这些生肖，顶着大热天出门，可别晒太阳晒太久，热到中暑。记者卢俊远、陈志茂台中报道。我是王一仲。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